大王吸到了这系八个，就八个的巨人叫到管理，管理，哎呀，and 叫到王宫里，叫到王宫里，大王一看到八个，就一心想买他。巨人离开了王冠以后，大王和八个开始对话。八个说话说得很清楚。大王更加高兴。所以他人八个去需要的东西和也让他洗澡，完了以后，八个飞到一个树上说：“我走啦。”可是大王想得到。八个说完，可是他们再看到的时候，八个已经不见了。大王非常惋惜，可是他的手下人们不能叫八个。后来，在西岸，有人看到八个和他的巨人。谢谢。